llevó.跟他爸一个德行，跑得太快了。这边，哎，宁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离家出走了？不对呀，你明明是一个人住。你该不是被房东赶出来了吧？不关你的事。你要去哪儿？公园草坪、桥墩，有这样的地方去吗？没有吧？如果不是我发现你，你是不是要在这儿躺平过夜了？你在这儿蹲多久了？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回家，先把肚子填饱再说。我先来一个，我要牛肉。你瞎话！吃什么吃？把筷子给我放下！你们难道没有人要跟我说明一下，这莫名其妙多了个人算怎么回事吗？怎么就那么自然而然融入到背景里去了 ？PS 都没那么快。还有你，谁让你吃了？把筷子给我放下！动我的牛肉！我跟你说，你好了好了。这人是我带回来的，你要骂就骂我好了，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啊？是啊，我正准备说你呢，你带个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连行李都带来了？今晚是要住我们家呀？门锁坏了就去修呀，赖在邻居家算怎么回事？貌似没这么简单，听说房子被强制收回，何女士又出了国联系不上，她现在都要露宿街头了，就让她住一晚吧。那住酒店呀。金主那么大方，你肯定有不少零用钱吧？每个月给我们的康管费都不是小一万，我一万什么意思？菲菲，你用宁飞的名义拿人家钱了？这要是把人送回去，你可就一分钱都拿不到。你拿了多少？也没多少，就小三万吧。你还真敢拿呀？那现在还剩多少？没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本来还是有的，但是我买完衣服又订了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包包，就没了。三万，都够我们交下半年的房租了，你就这么给花完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吧。